息。这个三元电池一针扎下去，直接干爆，熊熊的。我们一会儿再来看一下刀片电池。是比亚迪的刀片电池，开始扎了，可以，没反应，扎完没反应。那我觉得这个实验主要是可以说明，如果有针扎你的电动车的话，那可能比亚迪不那么容易被怕扎。